Hello，现在几点呢？现在12:11，是下午了，所以我们就讲下午。大家下午好。Hello，大家下午好。Hello，我是 Desmond。我是 Jess。哦，很开心今天可以第一次认识到 Jess 哦。对，对第一次对对。见面。这样子我们就来叫 Jess 自我介绍一下自己一下。大家好，我是 Jess，我是燕尾的小学的同学。Hello，诶，我们有新朋友进来，是谁啊？快定，你好。Hello，Stanley，你好。哇，很多，早上、中午全部都很忙哦。诶，佩珍，你好。Hello，哇，很开心诶，今天我这里风又很大。对。说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找Jess 出来做这个见证分享，是因为他有很好的见证，但是还没有讲见证之前，我们就先听听一下 Jess 是怎样为什么还是怎样接触到我们这个 Aurora Pants 的。首先哦，我要很感谢我的小学同学燕威，从2017年开始哦，就不断的分享这个 Aurora Pants 给我，但是我只是看一下就没有什么。理他这样，我觉得可能缘分还没有到啊。那时，但最近哦，我发现到，哎，我为什么会胃胀风啊？然后就会有一些讲那些尿频啊，就是三更半夜要起床上厕所一次，或者多有少时次？甚至都会有3次到4次这样，哇，这样就一直这么影响到你的睡眠哦。对，睡眠就不是很好，就每天早上都会一直要睡觉，然后就我一整天就会很累哦，感觉这样。对对对，感觉就很累。连我老公就只是说，哎，你去做运动啦，去做运动。连我就会讲，我没有精神，我怎样做运动呢？我一直这么一直要掩睡，一直要眼睛。然后你也想穿，也是因为之前你可能生了是比较肥胖，对不对？之前对对对，因为可能是胃胀风，所以整个人好像肿肿的，连可是又不吃，肚子饿，连而且年龄也到了，我40岁了，可能新陈代谢也不是很好，又没有做运动，连每天一直睡，可能就会导致。肥胖，肥胖啊，对，有多，肥胖的时候那时是怎样？手臂都很胖，来到对多对，少 kg？我最胖啊，我看55、56是最胖的，对我来讲，这样感觉到怎样？而且他胖哦，他只是胖肚子而已，手臂就是肚子，子对，这边，只是看到手跟脚小小只，连肚子跟。手臂就很大，这样，对，OK，这样子你是接触了这个 Aura Pants 过后，跟我的老婆燕薇，对，然后你就刚开始穿嘛，穿了多久？现在穿了？我穿了大概有2个星期，对，2个星期，我就开始看到很多很大的改变了。对对对，有什么改变？来，我们先讲先。我穿了4天，我瘦了1公斤。哇，4天就瘦1公斤嘞！对对，我很紧哎。我穿了4天就瘦了1公斤，真的然后真的，肚子开始就没有胀风，而且，对我来讲哦，Aurora Pants 是一个很保暖的一个裤子，然后我穿的时候就会感，其实我是一个，我是一个癌症的病患呐，现在肚子里面长了一个肿瘤，5.7 cm，压着我的肾，我右边的肾已经肿了，然后也影响到淋巴还有膀胱。当我第一天穿 Aurora Pants 的时候，我原本痛的地方呢，很神奇的，我觉得是它没有这样痛，所以我觉得很感恩。而且 Aurora Pants 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催眠的裤子，就是失眠的人的佳音。哦，对，因为一直叫我拍照的时候，我竟然穿这个裤子睡着了，对，到现在还没有拍到照片。所以你分享一下你怎样想所以改善你的睡眠素质是怎样呢？我睡眠素质就而且我
穿的裤子也是有起来上厕所了，就是上的那么一次，最多两次，然后我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对我来讲是，三四次，对对对，减少到一次啊，或啊，对、嗯，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睡眠的裤子。哦 ，OK， 然后身材也，我的身材也，最近老公也称赞我，老公最开心，对，老公最开心，而且也让自己变得漂亮了。我们对我们女孩子来讲是找回自己的自信心啊。老公怎样讲呢？老公怎样讲？老公觉得找回他的老婆了。以前呢？以前他是觉得？以前他是叫我小美人呐、啊，那久而久之他就叫我小肥婆了。我就觉得我很沮丧，因为我觉得老公开始嫌弃我了。因为怎样讲？就是说对，走样啦。当老公开始嫌弃我们的时候。他没有嫌弃啦，只是觉得你可能对，对我们女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啦。他只是因为男孩子每天都工作都很忙嘛，他只是说、哎呀，你这么懒惰，你做运动运动。但是就算我节食，我没有我运动的好，但是我的肚子还是瘦不下来，因为我是胃胀风，我是真的胃胀风，而且。最近发现肚子长了5.7的一个肿瘤，怎么可以小的来？但是穿了阿罗拉片，肚子真的小了，而且还有，我上次我有很严重的便秘啦，但是我穿了阿罗拉片的时候，我觉得，我上厕所多了，次数也多了，次数多了，排便也快，对，排便多，而且很好，我很棒哦，对，很感恩，很感恩 B1 这个公司，我也很感恩，在这里我很感恩，李灿森 Desmond 创办人，还有我很感恩 Desmond 啊，燕伟，还有 B 一 的对 B 一的创办人啦、啊，因为我有去读啊。慧莲跟他说 hello 一下。Hello， 慧莲，你好，慧莲。所以你还有因为刚才你有说到嘛，就是你的子宫那边有很多那些凹色这样子，对不对？对对，所以你就也是有开始服用了我们的那个许罗多，对不对？对。有什么改变呢？可能你可以，就是、对，我给你、给你们看一个照片。这个是，这个是7月18号上面的7月18号，全部白点的是，我吃喜如多之前的照片，很多白点、哦、对，那我吃了喜如多之后，这个是7月25号的照片，这个底下，对，我很感恩，可以看得到明显，对，很明显看得到，对，没有掉了，哇，喜如多吃多久这样子？我大概吃的差不多，这个是一个星期的照片了、啊，对，就是七天了、啊。像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看到他有什么？这样他也是吓到了、医生就也吓到了，没有话讲了。所以我老公现在我会为自己加油，我老公现在会给我在second opinion， 我会加油的。喜罗多真的是帮助到很多人每个人都不可以缺少的一个自我免疫力的一个食物，一个产品。哇，这样很好，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哦。对，你的分享，对，这样很好了。那还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的吗？就是要勤劳穿裤子，吃喜如多，还有健康说，真的，对对对，OK， 很棒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可以分享出去，可以帮助到更多人，对，好，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啊，最重要，对对对，健康才是宝。还有我很感恩燕威，还有Desmond 在这里帮助我，感谢大家。OK， 好，谢谢，拜拜。拜拜。